大家好，我是小峰。这期视频内容是漫威暗夜之子对比测试 Steam Deck 与6080优劣真实表现，可以进入游戏。我们大老远跑到这里，那个老头却带着那张珍贵的羊皮纸跑了。也得给我们留几张狂欢节 VIP 通行证才对，或者是路上炸。让那布雷泽已经为这个世界牺牲很多了，给他一点时间，我相信他会回心转意。你不是说我们只是时间不够吗？我的纳米聚合物和物理好像进沙子了，这种情况需要我拿大家伙出场吗？我们知道的方法来搞定。你以为会怎样？看来我们还没搞定。从各方面来看，我对现在的情况感觉良好。那套战衣也许是科技奇迹，但无法跟秘术相比。所以现在是要一较高下是吧？那你去对付那个诡异到爆的家伙。很乐意。能开始吧。霍大鲁，你们连我停车场的警卫都打不过。让我们试一试。我一定会让你痛苦到极点，给你个隔离家。你知道自己让我的斗篷有多生气吗？哦，我以为战斗结束了呢。也许至尊法师头上有悬赏金，既然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也许可以。我可以搭把手或是盾牌。既然要合作的话，那我就接受你的提议，仅此一次。不用看仔细了。那好吧，看来你需要这个。我由衷感谢你，朋友。你别想轻易打垮我，恶魔。谁想要这份荣誉？我们好像惹毛他们了。有什么咒语能处理吗？真有趣，一个改变敌人行为的咒语，类似于泰坦厄洛斯的幽能操控吗？如果你不能在10秒内搞定，我就没劲。莉莉丝根本不在乎你，希望你能及时意识到。那个奸商打电话来了，说你们这些存货快用光了。在你思考俄罗斯时，也许我们应该轰爆他们。行了，没问题。这应该花不了太久。这应该很好。好吧，你需要帮助。
我想这是最后一批了，非常好。我跟小辣椒说，只是到餐厅外面去。啊，像我这样的人居然还是单身。我们大老远跑到这里，那个老头却带着那张珍贵的羊皮纸跑了。哼，也得给我们留几张狂欢节 VIP 通行证才对吧？或者孙路上炸死一个怪。让内布雷泽已经为这个世界牺牲很多了，给他一点时间，我相信他会回心转意。你不是说我们只是时间不够？现在这件事搞定，我的纳米聚合物质物理好像进沙子了，这种情况需要我拿大家伙出场。这样也行，不一定全都得漂亮吧。他们还没有放弃，他们都盯上我了。那套战衣也许是科技奇迹，但无法跟秘术相提并论，请让我来演示一下。所以现在需要一个高下手，绝对不是一个诡异到爆的家伙。很乐意，我对你的机会持怀疑态度，但的确发生过更奇怪。成功了，对吧？让我来给你演示。那好吧。莉莉丝让他们变得好热情啊。我以为战斗结束了呢，谁想要这份荣誉？既然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也许可以给个祝福，或者什么大石头或是盾牌。既然要合作的话，那我就接受你的提议，仅此一次。不用客气，看仔细了。你醒来时可能会有轻微头痛，别担心，有我在。我不会忘记的。继续吧。我好像惹毛他们了，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真有趣，一个改变敌人行为的咒语，类似于泰坦厄洛斯的优能操控。我实话，我没兴趣。其实呢，我是个至尊法师。不赖。不算太好，但也不赖。在你思考俄罗斯时，也许我们应该轰爆他们。咱们开始吧。这应该很好。咱们开始吧。视频就做这里，大家点赞、投币、收藏就是新视频原版动力，再来观看。